诸位同学，请看西方香严光菩萨赞颂的第一首，慈慧诸菩萨入佛难思地，一一皆能见，一切佛神力。这个十首颂，清凉大师说赞佛身以及与会的大众，就是大福加持问啊，前面有问呢，云何是佛加持啊？这个十首偈为我们解答，有佛的加持，这才能入啊，入佛的境界。如果不得佛力加持，就不可能入佛境界啊。这里面呢，前面九首是赞大众啊，赞众海，赞大众啊，就是赞佛的大能大德啊。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啊，赞叹学生呢，就是赞叹老师啊，啊，赞叹人家的子女啊，就是赞叹他的父亲啊，啊，为什么他教得好啊？最后一首啊，这才戒归到佛德啊。前面这第一首呢是总说啊，后面八首啊是别说啊。慈慧诸菩萨，这是讲的华藏海会呀。前面我们看到的毗卢遮那如来从口中放光，召集十方无量无边的菩萨众来参与这个大会。这个地方香严光菩萨他们从西方来的啊，所以说慈慧诸菩萨是讲从十方来的。里面呢还包含华藏世界内的所有参与这个大会的菩萨，真的人数无量无边呐！啊，若佛难思地啊，这一句讲的就是入佛境界，你能够见到佛，当然入佛境界了。你不入佛境界，你怎么能见到佛？五十三参为我们实现了。善财童子参访吉祥云比丘，吉祥云他是啊，我们就是从吉祥上说了啊，他是初住菩萨，原叫初住菩萨。你能够见到他，
你就是圆初住了。你如果没有入圆教初住的境界，你怎么能见到初住菩萨？啊，你其如二住境界，你才能见到二住菩萨。啊，海云比丘代表的。不入境界，见不到佛的真身呐。那么这些人，通通都是见到毗卢遮那佛的报身呐。这个不是，这个应化身呐，不是的，报身呐。啊，就十方来的菩萨，都不是普通人。但是如清凉大师跟我们讲的好啊，得佛力的加持他才能入。毗卢遮那放光啊，他们看到佛光，佛光是个讯号啊，都来了，佛光加持，佛的本愿威神加持啊，何以晓得呢？每一方代表的这主菩萨来赞颂，都是成佛威神。这句话非常明显啊，承蒙佛威神本愿的加持。他们能入佛境界，啊，我们学佛，如果不得佛的加持，尤其是在现前这个世间，外缘不善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诱惑，那个力量非常强大，啊，我们为什么选择在图文巴这个地方呢？啊，许多人呢都问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这个叫小城市，不很繁荣啊，名利欲尘的诱惑力量很小啊，这个小城连娱乐的场所都没有，居民朴实啊，啊，人人都能够安分守己啊，你仔细去观察，他们没有贪心的，知足常乐，所以这个地方人事环境物质环境是很好的修学道场啊！啊，我看了许许多多地方，当然还有比这个地方更好的，但是什么呢？交通不方便啊，我们道场这么多人啊，生活稻粮的来源取得不方便，我们多方面要考虑啊。啊，这个地方城市小，人口不多啊，只有8万人的小城，
我们生活所需不缺乏，很容易取得，交通相当方便，我们总要想到这现代人过现代生活，自己从小没有学过，没有耕种的能力，换一句话说，就没有资格住山了。你要住山，澳洲山地很多，人迹不到地方很多。但是在那个地方你要有生存的能力。最低限度你有种植的能力。那我们家里的物资被这些人，我看看一个个都是娇生惯养。还有少数连烧饭做菜还都不会，那要是让他去住山，我想不到一个星期就饿死了。所以多少次的折中选择这个地方，难得大家呢都很欢喜，我们跟这个地方的居民相处得很融洽，这很难得。那么由此可知，佛法讲缘呢，这就是有缘嘛。当然也是得佛力加持啊。我们遇到这样一个修学的环境，此地是讲众会会众，与会之大众，他们的佛力加持是一一皆能见，一切佛神力，这一句明显的说出来了，一一皆能见。这个一一是指什么呢？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啊，这是一业。一业之中呢，性相、理事、因果，这是每一个众生都有的。一业众生的性相、理事、因果，这些菩萨没有不知道的，换句话说，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他们都能见啊。这个能就是一切佛神力，这一句话也是一个双关语，见到一切佛的神力，与会大众每一个
每一位菩萨都能见到一切佛的神力。当然得一切佛神力的加持，见到宇宙人生真相啊！啊，我们今天发心，这个心真实，与佛心相应；我们发的愿与佛的愿相应；我们的行持能够与佛的行为相应，不是得一个佛力加持啊，你也是得一切佛神力加持。一定的道理啊，这一句总说下面呢有八首，这就是讲意义了，一切了，为我们说出来。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这四首偈，清凉大师说：“平遍一切，平是平等，遍是周遍，平等周遍啊！啊，我们看偈文，至身能遍如一切刹微尘。”见身在彼中，普见于诸佛。这是至身如刹尘，华严经上讲十种身，我们要记住，要明了，一即是多，多即是一。说一身，就是说十身，任何一身都具足十身。身入刹尘，这是四世无碍的境界，智入啊。至身能遍如啊，能周遍的如啊，不是入一微尘啊，一切微尘都如啊。这个是讲的依报啊，下面第六首的里面讲的如珍宝，珍宝如毛孔，依报如微尘，这个经文要仔细看啊，一切刹微尘，这个一切刹是尽虚空变法界，
一切诸佛刹土，刹土里面的微尘啊，每一粒微尘啊，不是一个微尘，见身在彼中，自己清清楚楚，像我们现在一样，看到我们身体啊，在这个摄影棚里头啊，自己很清楚啊。菩萨深入刹尘呢，自己也非常清楚啊。普见于诸佛，这一微尘里面，佛在那里实现，在那里讲经说法，啊，菩萨在微尘里面见佛，也是礼敬供养闻法。不但上求啊，而且还下化啊，微尘里含藏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在这一微尘里头啊。后面讲都在一毛孔当中，这个境界没有办法理解。我们要跟别人讲，谁相信呢？你跟别人讲，人说你说胡说，你这说梦话了。你入给我看看，啊，不要是微尘了。啊，我拿一粒啊芝麻籽，啊芝麻粒，你入进去给我看看。佛经上常讲啊，芥子纳须弥啊，芥菜籽，芥菜籽跟芝麻籽差不多大，啊，跟芝麻粒差不多大。须弥山能够放在芥菜籽里头，对，大乘经上常用这个比喻啊。我们不懂啊，我们只知道大里面包小没有问题。我们会同意，这小里头包大了，这个不可能，哪有这种事情呢？啊，我们一个小茶碗，能不能把那个大的茶壶装进去？装不进去啊！啊，大茶壶里面盖子打开，小茶杯放进去行。我们看见了，我们相信啊，把大茶壶装在小酒杯里，在什么状况下变魔术，魔术里头啊有这个啊，我们看到很稀奇啊，但是知道那不是真的，那是假的。佛今天跟我们讲真话，小可以装大啊，究竟装多大呢？不可思议，极小的微尘呢，可以容纳无穷大，道理不同了。啊，这个境界，清凉大师说的“世事无碍”的境界啊，这为什么能装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诚信啊，虚空法界是自信，微尘毛孔还是自信，信没有大小，没有来去，所以这是自信的圆融啊，化而如是啊，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呀。
我们很不容易理解。古大德呢，也用个比喻来跟我们说。比如说罗网里面系着的宝珠，假设我们不必说多了，我们这个房屋上面呢悬挂着这个罗网每一个网孔都有一颗明珠，这个珠是圆的这个珠啊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我们看这个水晶球像一面镜子一样悬挂在上空，我们这个房子里面全部都照在它里头，那个里头有影像清清楚楚的，每一个珠子都照全部的影像，而且呢珠与珠还互相的照，显示出什么境界？重重无尽呢。法界真相就是这样的，是重重无尽呢。个个圆满呢，没有欠缺大的是圆满，小也圆满那么现在照相，这个相机镜头啊，有圆形。我们一般叫它做鱼眼镜头它能够照的这个范围超过180度经里面比喻罗网里面系的明珠，明珠是圆的，360度。我们今天鱼眼这个相机，摄取的画面只有明珠的一半呢，另外一半还照不进去。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细心的去观想去体会，不要分别，不要执着，能够得到一点方法于是我们对佛的这个说法呢，虽然不是我们限量境界，我们可以接受确实是有这个现象那个一粒微尘呢，就像一颗明珠一样我们肉眼看不见天眼也看不见。佛在经上说，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微尘
四果罗汉了。比微尘更小的极微之微阿罗汉也看不见。佛眼能看见，这是物质里头最小的了，没有比这个更小的了。今天科学家所发现的原子、电子、基本粒子，是不是佛经上讲的微尘？很难说，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讲，接近证明佛经上讲的这个基本的物质逐渐逐渐被科学证明了。但是这一微尘的作用科学家永远没法子了解。它的作用它能够融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这种妙用难思不可思议佛这样说，佛说了之后要我们去证明用什么方法证明呢？用禅定，用智慧。一般我们想，大概到八地菩萨，他们所见所知的跟佛相当接近能够看到事实真相到那个时候你亲自证得了，对佛这才五体投地，佛讲的话确实真于者实于者如于者而佛所说的最重要的意思我们要懂，这是一切众生的本能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而是众生无量劫来迷失了自信，生起妄想分别之处，把自己的性德盖覆住了，能力失掉了可惜佛告诉我们这些方法恢复本能，这些境界，本能的境界嘛。我们今天要想恢复本能，要想见到一真法界、无障碍的法界，我们要不靠佛力加持怎么能办到我们今天一生的毛病习气都要求佛力加持来克服怎么求法呢？自己有决心克服自己烦恼习气，你就得佛力加持了。你没有这个决心追求不会有感应真想改毛病佛的神力就加持到了
自己真的有这个愿心，有这个决心啊，想改啊。啊，我们这个地方徐秋叶居士这几天给我讲，他有很多毛病习气，以为改不掉的，哎，在这个几天呢，居然改掉了。啊，他觉得自己很讶异，怎么可能呢？但是事实上他改掉了，这就是得佛力加持啊。你真的你动的那个念头是真心的，不是妄心的，不是开玩笑啊，真的想改佛就加持啊。平常很容易受诱惑，现在这个诱惑东西摆在面前居然不动心啊。诸佛如来本愿为神加持啊，再看底下这一句啊，这一首如影现众刹，一切如来所，于彼一切众啊，悉现神通寺。清凉大师说，这一首是讲的色身普现用。色身如影现众刹啊，我们注意经文上如影《金刚经》上说得好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真的确实是影啊！啊，我们今天这个相啊，实实在在讲呢，是影像，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但是真正修行人。念念清楚啊，一点不迷啊，一念不觉就迷了。要念念觉啊，我们常常说要时时觉，处处觉还不够，念念觉啊，念念都清楚，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念念如是。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事实真相。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怎么来的呢？从哪里来的呢？从众生的业感，这是缘啊。诸佛菩萨度生的宏愿，这是因啊，因缘和合，影像就现前了啊。
这个因与缘可以互相说的。如果说众生业感是因，佛菩萨的宏愿呢就是缘，因跟缘可以互说的。我们仔细去观察，大概四圣法界佛的愿力是因，因为佛都发过这个大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愿是因，众生的业感是缘，现四圣法界。六凡法界里面呢，我们可以这样说法，众生业感是因，佛菩萨的悲愿是缘，众生有感了，佛就有应了，佛到这个世间来现身，佛到这个世间来建立道场，来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所以我们要懂得隐性插图，插图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世界。现在人讲星球啊，讲时间跟空间啊，无限的时空，这里头无量无边的星球啊，这个星球就是插图啊，每一个星球里头都有众生，为什么呢？众生是正报，这星球是依报，没有正报哪里会有依报呢？正报跟依报可以说是同时出现的，但是正报在心，依报是跟着的，正报像我们人身，依报呢像影子，你看在这个灯光之下呢，它都有个影子，影子跟人身同时出现的，但是必定先有人后有影，不可能先有影后有人。依报永远随着正报转啊！佛这一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这由此我们就要觉悟啊，觉悟到一切法空啊，般若经上讲的确实不错啊，一切法无所有，一切法毕竟空，一切法不可得，我们的心就平静了，妄念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妄念很辛苦啊，不是真的，不是事实，那又何必自找苦吃呢？袁了凡先生
命运被孔先生算定了，每一年跟他算的对照对照完全一样，才恍然大悟，一生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于是什么妄想都没有了。他那个功夫是无想定，我们一般人讲万念俱灰也，一生这个日子怎么过，照着命定的过，就命中注定的过吗？你一丝毫都不能改变。所以我过去讲了凡四训，我称它做标准凡夫。云谷禅师笑他了，自从遇到孔先生给他算命，20多年来命运一毫一分都没有转动过，云谷禅师哈哈大笑啊，老实人啊，很乖啊，完全照着命定着去做啊。给他说明你那个命是怎么来的，谁给你定的。了凡先生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命谁给你定的，自己造的，前世造的业因啊，自己造，自己当然可以改变，别人造的那你改变就很难了，你要得到人家同意啊。命是自己造的，不是与别人无关。自己造的自己当然可以改。怎么改法呢？就是善恶这两种业。你每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给诸位说，对你前生所造的这个宿命啊，天天都在那里算，加减乘除，你造作的是恶业，起的是恶念，在你命运里的扣分呢、减损你的福报，减损你的寿命。如果你心地善良，起心动念是善，言语造作是善，你就加分呐、加分是在你命里注定的福报增加，寿命延长。云谷禅师的开导，了凡先生明白了，这回去之后啊，断恶修善，真有效啊。这一发现，每一年生活状况果然跟孔先生算的不一样了。
这才相信云谷大师讲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呀。越做越有信心。他是真正鞭策自己，改自己的习气难啊，不容易啊。中年以上的人啊，最初他发愿做3000桩善事，你看他自己讲的10年才做圆满，从这里就知道改习气是多么困难。第二次这10年圆满了，又发心做3000桩善事，3年多就圆满了，进步了。再发心做10000桩善事，一次就圆满。这是什么呢？得佛力加持。佛力的加持，我们在这么多年当中学佛，不能说没有感应的。我们所体会到的佛力加持这个力量呢，跟自己改过自新的那个力量啊是相等的。确确实实是成正比例的。我有一分改过的念头，佛加一分。我有10分改过自新的这个念头，佛就加10分。从了凡先生这3个阶段很明显的能看出来。最初初学的时候念头是动的，但是呢，半信半疑，所以进展得非常缓慢呐。1年360日啊，10年3600日啊。完成3000桩善事，大概是一天做一桩善事，有的时候还得到2天3天呢。难得他有恒心，他不舍弃，10年圆满。我们今天讲日行一善。10年圆满，第二次3000桩善事3年圆满，那平均起来，一天至少要做3桩到4桩的善事，3000桩善事3年圆满了。我们从这个地方看佛加持啊。学佛的人，你要看什么？看真学佛的人，不要看假的。哪些是真学佛的人呢？历代的像祖师大德，他们真干，真学佛。真学佛的人决定不立戒定慧呀。
戒定慧就不是真修了。所以他们得佛的加持非常明显，比原了凡居士要明显的，而且快速。果报殊胜。了凡先生不能为比啊。我们从这些点仔细去观察。然后自己才晓得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学习。如隐现众刹了，一切如来所。至身其如啊，于彼一切中啊，悉现神通寺啊，在佛刹里面听经闻法啊，礼敬供佛，把佛所教导自己的都能够落实，这叫做悉现神通寺。如果我们懂得了，就应当落实在现前了。我们现前的境界跟经上讲的无二无别，你要用智照你才能够见到。